亚东恋在娱乐圈已被传了很长时间，一个是歌坛呼风唤雨的天后，一个是影坛的新生代偶像，二人针对这段感情却总是避而不答，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然而这对年龄相差12岁的姐弟恋却走得顺风顺水，看似就要开花结果，就连网友也经常在微博调侃二人。近日柯震东在微博晒出一张和爱犬的合影，照片中柯震东紧紧抱着爱犬，脸还贴着狗狗的头，一脸宠溺的模样。柯震东还在微博上说，每天早上都要和你好好恩爱一下。网友在大呼狗狗可爱的同时，这句暧昧的话也引来网友调侃，夏轩会吃醋吧，太激情了，挂错照片了吗？我以为是和我女神。更有网友翻出前不久柯震东在微博上传的一张与彭于晏搞怪接吻的分手合约电影的海报，于是留言称，你忘记大明湖畔的彭于晏了吗？